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昨天讲到前六十，尤其是意识相应的心所，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有五十一种，就是片行五、别境五、善思一，还有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还有不定的心所有四种。那我们昨天介绍了片行五、别境五，还有善的十一种心所。这些心所呢，它的存在也是一个缘起法，它的升起它离不开第八识，也离不开第七识，离不开第八识。因为每一个心所啊，它都是要以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作为它的心因缘才能升起。所以任何一种心所啊，它都有它的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因为我们对它的新奇的程度不同，也就是每一种心所啊，它的活动的程度不同，所以这些心所在我们心灵的世界里边，它的力量、它的分量也就不一样。活动的越多的心所，那么这些心所啊，在我们心灵世界中，它的分量就会越大。那么这些心所呢，它的升起啊，也要受到木拿识，也要受到木拿识的影响。我们知道木拿识啊，它是我们心灵世界染污的源头，所以前六识的活动，不管是意识还是跟意识相关的心所，它的活动啊，都要被木拿识染污过的。所以我们的心所啊，这些心所啊，即便是善的心所，这种善它也是有漏的善，不是无漏的善。那么这些心所呢，从性质上来说，像善的心所，善的心所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能够帮助我们导向解脱，解脱的心理。所以这一部分心所啊，从我们修学佛法中来说，是我们需要去培养的，是我们需要去发展的，它是有意义、有助于我们人天善法的成就，同时也有助于帮助我们导向解脱。那么这些心所呢，同时它又是一个缘起法，所以任何善的心所的升起啊，也都要有因缘，都有它的因缘，我们需要去创造因缘啊。
我们是需要去创造这些让这些善的心所升起的因缘。如果我们不去创造的话，这些善的心所的产生啊，势必就没有土壤。如果没有土壤的话，它就不会升起的。比如说像性，我们讲善心所里面的性的心所的升起，它需要对三宝的功德，三宝所体证的真理，升起信心。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认识三宝的功德，需要我们去认识轮回的过犯。我们只有认识到轮回的过犯，只有不断的去意念三宝的功德的过程中，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对三宝升起信心。当我们只有对三宝升起信心了之后，我们的心啊才会被净化了。像别净五，别净的五种心所，意、圣解、念、定、慧，这个五种心所呢，其实也是蛮特殊的，它跟我们的修行关系很密切，但也很容易被误用。就是我们禅定的修行啊，事实上是离不开这个五种心所。禅定的修行首先要意，每个人都有意望，这个意是什么意呢？是善法意啊，还是不善法意啊，还是追求事业、金钱、感情的欲望啊，还是追求解脱、追求无上菩提的欲望？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去选择，需要我们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充满着不善法意。像念、定、慧，像圣解，圣解它是要以正见为基础。如果没有正见的话，那就是邪知邪见。如果你要产生邪知邪见的圣解啊，那你可就死定了。就很多这些信仰这些邪教的，像那些什么法轮功的信徒们，哇，比我们还要，有很多人比佛教的信仰还要虔诚的，还要固执的，就是圣解的力量很强。所以这个圣解就是要有正信、正见，正见来引导，那就是正的圣解，那就是导向解脱的圣解。我邪知邪见，那就是邪圣解。你念就是意念，你意念什么？意念吃喝玩乐，意念感情事业，还是意念三宝功德？这是不一样的。意念吃喝玩乐，意念感情事业，那就是增长贪嗔痴。意念三宝功德，意念佛法僧戒，那就是帮助我们导向解脱，导向智慧。所以念，你念什么？还有定啊、慧啊、定，你专注，把心专注在一个什么样的所缘境上？这个境界是如实的境，还是善的境界，还是不善的境界？如果不善的境界，我们就会产生邪定；如果是善的所缘，就会产生正定。那像慧也是一样的，这个慧也很容易被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正见作为基础，这个慧就是一种邪慧。那如果我们要以正见作为基础，那这个慧就是一种正慧。所以每一个心所的产生，它都有它的所缘境。我们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所缘境？那选择了所缘境了之后呢，然后我们需要
不断的去培养这样的一种心所，要念佛也就是一种念，你不断的念。这个禅修，我们修素喜观啊，修内观啊，就是一种定，就是一种慧。那么这样的一种正念的培养，正定的培养，它是需要不断的去强化，不断的去熟悉。那么这种念的力量、定的力量、慧的力量或者圣解的力量，它才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所以任何一种心所啊，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我们长时间培养兴起的结果，也就是长时间的不断的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的结果。每一种心理啊，它基本上都是在重复中增长，就在不断在重复，你不断在重复你的贪心，你的贪心就会越来越大。你不断的在重复你的惭愧心，或者不断的在重复你的慈悲心，或者在不断的在重复你的对三宝的信心，那么这种信心、这种慈悲心，它就会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了解心所，是需要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选择自己。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选择的过程，我们不仅仅要学会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生命的目标、事业，同时我们要学会选择我们的心理，选择我们生命的发展，那就是要讲究发心。所以为什么佛法重视发心？什么叫发心呢？那就是我们做事情的这个动机，最初的动机，以及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应该怎么用心，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用心，我们用什么心去做，我们用贪嗔痴的心去做，还是用慈悲，还是用慈悲心去做，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选择你用什么心去做，那就意味着你选择了什么心，同时也意味着你是在培养一种什么样的心。因为这些心正是在我们在重复的过程中得到增长，得到增长。所以我们了解心理，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像前六识、第六意识，它相应的心所虽然有五十一种，这个五十一种心所呢，它也并不是说同时现行，也并没有分配啊，今天应该要现行哪一些心所，明天应该要现行哪一些心所，所有的这些心所啊，它只是配合第六意识的活动。但是这种配合啊，往往它也不是属于一种被动式的配合，很多时候啊，它是非常主动的。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心所，这个某一些心所啊，它的力量特别强大，那么它在我们意识的活动里边，自然也就会占领着主导的地位。就像我们在一个国家里边，有一些重要的臣子，大臣，他们甚至功高震主，他可以主导国家的命运。同样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边也是一样，有一些心所，它的力量特别强大，它会主导着我们生命的方向，它会影响着意识的发展。比如像很多人，
他长时间培养起来的这种爱恨情仇的爱啊恨啊，都是一种心理。但是有可能这种心理啊，它会成为他生命的一切，他会控制着他的整个生命的发展，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学习心锁就是要帮助我们了解心理，帮助我们了解心理之后呢，目的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去帮助我们选择自己的生命，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心，管理自己的内心。我们要什么心理，我们不要什么心理，我们学会选择，学会管理。所以我们学习心锁的这一部分，我们应该要知道，要知道这些道理。那昨天呢已经讲到了善的心锁，今天呢要接下来介绍一下烦恼的心锁。关于烦恼的心锁这一部分啊，一共有根本烦恼有六种，随烦恼有20种。看看我的这本书里面在多少页啊，你们知道吗？在141页啊，我们对照着这本书来看啊。我们现在主要是根据这个书里边所引的成为实论的原文，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明性的解读。随烦恼为贪嗔痴慢疑二见，烦恼就是指根本烦恼。什么叫烦恼呢？因为这样的一些心理，它能够扰乱我们内心的宁静，使我们不得安宁，所以叫做烦恼。为什么叫做根本烦恼呢？因为它是一切烦恼升起的根本。所以这个六种烦恼里，根本六种根本烦恼里边啊，前面的三种贪嗔痴，又叫做三种不善的根。那么下面我们挨个的解释。贪，一由有计懒拙为性，能战无贪，生苦为业。贪就是贪拙，贪拙什么呢？贪拙的是三界的有漏的现象。三界有就是三有，有漏，有生死，有烦恼，有漏法，三界的有漏法。有计就是三有的因，能够招感三界生死的有漏的因，叫有计。那么对这个三界的有漏法啊，升起懒拙，所以贪就是一种懒拙的心理。那么这种懒拙的心理啊，它能障碍无贪，所以我们如果有了贪啊，那么就会失去无贪的，无贪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因为贪的关系，所以就会产生痛苦。所以贪是生苦为业。比如说我们说贪，这个贪吃啊，贪喝啊，任何东西只要我们贪着了，它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就是任何事情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事实上跟我们的在乎程度有关系，也就是跟我们对它的贪着有关系。凡是你不贪着的东西，它的变化是不会给你带来痛苦的；凡是你贪着的，它的变化就会给你带来痛苦。所以贪就是一种懒着的心理。我们说执着，我们平常讲执着，执着是什么心理？执着就是贪的心理。
当然这个贪的心理它的前提就是跟我执有关系，跟我执有关系。所以贪嗔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一般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跟我们没有关系啊，我们多半不太容易升起贪着的心。所以我执是贪升起的基础。那么下面一个就是嗔。嗔这个心所的定义是：一苦苦计，真慧为性，能障无嗔，不安隐性，恶行所依为也。嗔，它的对象就是苦和制造痛苦的，和制造痛苦的这个原因，和产生痛苦的根源。我们讲这个苦呢，比如说自然界的苦啊，还有人是人际关系带来的苦啊，以及还有自己内在的身心躁动不安带来的痛苦啊。那么对于这些所有的痛苦的现象，我们会升起一种嗔恚的心理。因为任何人啊都不喜欢痛苦。其实人类就是不断的，人类的所有的努力啊，事实上就是不断的在摆脱痛苦，追求快乐，摆脱痛苦。所以没有哪一个人真正的愿意这个去接受痛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对苦啊，它会有一种嗔恚的嗔恨的心理，一种这个不喜欢的心理。当然有的人可能说，不是有的人喜欢自虐啊，其实自虐他也是为了追求快乐，不是为了追求痛苦的，他也是为了逃避啊心灵的痛苦，通过这个对肉体的折磨啊，来达到逃避内心的痛苦的一种效果。这个嗔恚，这种嗔恚的心理啊，能障碍无嗔，不安隐性，嗔就能够障碍无嗔，使我们的内心啊不安隐，不自在，不自在。那么事实上这个嗔的心所的产生啊，它跟我执，跟我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作为自我生命的存在，我们总是觉得就是我很重要，我要比别人优越，或者呢我希望得到快乐。但这样的一种快乐或者优越感重要感被冲击了之后，就很容易升起这种嗔恨的心理。那么有了这种嗔恨的心理啊，它就会使我们的心啊不安隐，就是不安啊。比如像嗔，我们在后边讲到随烦恼的时候，讲到很多种有关嗔的有关系的一些随烦恼，比如像恨、恼火、嘲恨、恼火、愤怒，这些啊都是属于嗔的一种表现方式，都是属于嗔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一个人当然有了这些嘲恨啊、恼火啊，说他的心啊就不安隐了，就不安定了，就不安静了。恶行所依为业，所以嗔恨心，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恨心是一个破坏性最强的心理，就是所有的功德啊，要火烧功德林。我们做的，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人、两个人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几十年，可能一次吵架就完了，一念嗔心就毁于一旦了。所以嗔恨心是一种很有破坏性的心理。下面讲呢，就是痴，痴就是无明，无明，无明也就是看不清楚，就是看不清楚自己，
看不清楚认识的世界，所以无明的定义是一诸理事迷暗为性，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也。这个痴就是看不清楚一些现象和这些现象的产生的原理。那这些什么现象呢？我们所谓的现象不外乎一个就是生命，我们生命自身的真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认识的世界，依报正报。那么对于这种依报还是正报的世界啊，我们都看不清楚。所以看不清楚，所以叫迷暗为性，就是看不清楚。能障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也。因为这种痴就能够障碍我们的生命内在的这种明觉，就是无痴，就是明觉。明觉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心啊，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内在的这种明觉的力量，就会被障碍住了。所以明与无明，它是一个相对的。那么这种无明的力量能够引发一切杂染，所有的烦恼啊，都是建立在无明的基础上。所以无明是一切烦恼升起的根本，也是众生生死轮回的源头，就是痴，也就是无明。这个接下来第四种就是慢。慢，这个慢的定义是什么？慢就是视己于他，高己为性，能障不慢，生苦为也。这个慢啊，跟我们前面讲到第七莫那识里边的我慢，我慢有关系。这个我慢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慢事实上也就是，就是对自我的一种重要感和优越感，就是本能式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能里边，就有一种本能式的这种重要感和优越感。那么这种重要感和优越感啊，使得我们当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自己要比别人优越，这是一种本能性的烦恼。那么这种烦恼呢，这种慢的烦恼呢，心理基础是什么呢？还是我执，还是我，就是这种我执啊，使得我们自己啊就会变得特别的重要，变得特别的优越。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它会表现出来，当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我们总是要显出这种重要性和优越感。所以能障不慢，生苦为戒，能够障碍这种慢啊，就能够障碍不慢的心理。那有了这种重要感和优越感之后，它就会生苦啊。怎么生苦呢？比如你觉得你很重要，可是别人觉得你一点都不重要。你觉得你很优越，可是别人觉得你啊什么都不是。也就很难过了。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重要感和优越感啊，人家看不看你啊，在乎不在乎你啊，你都无所谓的。所以这个是慢的心理。第五种呢，就是疑的心理。疑诸地理，由意为性，能障不疑，善品为也。疑，这个疑在这里啊，它有一定的对象，跟禅宗讲的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是不一样的。禅宗讲的大疑大悟啊，那是对我们的生命啊进行追寻，对生命的固有的这个认识，固有的习惯，或者固有的观念进行挑战，产生怀疑。那么在这个怀疑的过程中啊，才有可能吹破我们固有的不良的串习，所以才能够建立
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可是我们现在这里所讲的疑，疑的对象是什么呢？它是疑，这里的疑是一种根本烦恼啊，不是我们前面讲的禅宗的疑是一种智慧，哎，是一种智慧啊。而现在这里所说的疑，它是属于根本烦恼，所以这个疑的对象就是对什么呢？依诸地理，就是四谛的真理啊，对三宝啊，对这个四谛，佛陀给我们解释的这个四谛的真理啊，真实的道理，空性的道理啊，犹疑为心，不相信，不相信真理，不相信智慧，不相信解脱。那么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可能智慧不够，也可能呢不愿意去接触，也可能呢就是被这种邪知邪见啊给暂避住了，所以就会产生疑。疑就是一种犹豫，犹豫就是不肯相信。能暂不疑，善品为业，能够障碍就不怀疑，不疑。同时呢也能够障碍善品的产生，善法，善法的产生。那么下面讲第六种，就是恶见。这个恶见，恶见就是不善的，不善的之见了，就是错误的之见了。见就是一种认识，恶见那就相对正见。我们知道八正道啊，八正道的第一个就是正见。那么正见是解脱之本啊，无明是生死根源啊，正见是解脱之本啊。那正见呢是要通过闻思，闻思经教，听闻 正法，亲近善知识而产生的。那恶见是怎么产生的呢？恶见那就是建立在无明的基础上，是无明，因为无明，所以我们看不清，就是看不清生命的真相，看不清人生的事实，看不清世界的真相，所以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错误的观念的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就是因为无明。为什么是无明？无明因为无明，所以使得我们就看不清楚。就像一个人在这个很多很多这种云雾之中啊，你根本就看不清楚这种庐山的真面目，云里雾里的看不清楚。所以无明，无明看不清，因为看不清楚，所以就会产生不正见。所以恶见其实就是不正的见。什么叫不正的见？就是错误的见。什么叫错误的见？就是跟事实的真相相违背的，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恶见呢，是在这个认识的世界的过程中啊，它是一种颠倒的推度，就是一种错误的推理啊，因为看不清楚，所以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推理。当然这是错误的推理，有的时候当然无明是一个根本，还有很多时候呢跟我们接受的错误的传统，或者我们接受的错误的知识也是有关系的。接受的错误的知识，那我们根据这样的一种知识来指导我们的思维，那么最后啊我们就会产生错误的知见。那么这种错误的知见呢，最后就会障碍了我们的正见。那么这种错误的知见最终会招苦为业，会招感啊痛苦。因为错误的知见那就会产生烦恼，就会制造烦恼。我们讲的就是观念制造心态，观念制造心态，错误的知见就会不断的制造烦恼的心态。反过来说，如果是正确的知见、正见，那就会帮助我们发展出我们智慧，会开发智慧。所以智慧要靠正见、正见去发展。
那错误的知见就会发展出烦恼，发展出轮回。那么关于这个二见的内容有五种，有五种，这个五种啊，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起、戒禁起。身、边、邪、见起、戒禁起，五种。所以我们讲这个二见啊，大体要它有这个五种，有五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这根本烦恼六种，那如果把这个二见开成五种啊，那么这样呢，那根本烦恼就是有十种的。第一种就是身见，身见啊，就是执着这个无印啊、为我，执着这个无印啊为我啊。那如果是第七识，它就是执着阿赖耶的见分为我。那如果是第六识，那么就是执着这个无印的身心啊为我，这就是身见。第二种呢，就是边见，边见就是边见，主要是断缠二见，比如说认为这个我是缠的，或者认为我是断的，比如像一般的宗教啊，认为有个长恒不变的我，这是缠见。那像唯物论者，他认为人死如灯灭，那就是断见。所以这个边见主要是缠见、断见。第三种呢，就是邪见。什么叫邪见？邪见就是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三宝，不相信四谛，不相信这个世间上有圣贤有凡夫，像比如像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这个人都是动物，都是动物演化来的，没有什么高啊低啊，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种凡圣之别，这个就是标准的邪见。第四种就是叫见起见。什么叫见起见呢？就是以上的这些之见啊，就是执起以上的这些之见，以为这些之见啊就是绝对正确的，就是以见起，就是起着这些错误的见。第五种呢，就是戒禁起见。戒禁起见啊，就是根据这些错误的之见建立了一些戒律，然后执着这些戒律啊，比如像印度啊有什么牛戒啊、稿戒啊，这些他以为通过持这些戒最终就能够导向解脱，这就是戒禁起。那以上呢，这个六种啊，就是六种，讲的是六种根本烦恼，六种根本烦恼。那么这个六种根本烦恼啊，在我们的这个烦恼中，它的地位特别重要。那下面要讲到的随烦恼，随烦恼基本上都是多半都是这些从这些根本烦恼，的一种等流，或者是一种分位差别。比如像有很多烦恼都是属于贪的一种表现形式，有一些烦恼呢是属于一种嗔恨心的表现方式，当然还有一些烦恼呢是有他自己的体。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这个挨个的介绍。那么下面讲要讲到这个随烦恼啊，有20种，这个20种呢大体是分为3类，就是大随、中随、小随。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我们现在先讲的是10种小随烦恼，它的活动是比较单独的，而且它的性质表现方式是比较猛烈的，就是小随烦恼的特点。第一种就是叫愤，
这个愤是什么？就是愤怒。这个一说到这个心所，肯定每个人都会有体会，因为每个人都有愤怒的经验。那个愤怒的时候就是这个心所，大家要对上号啊。那这个愤怒的心所是怎么产生的呢？一，对现前不劳已尽，奋发为性，不劳已尽。比如说别人伤害到你的利益，或者别人说你的、骂你的、打你的、冤枉你的，就是不劳已尽，就是没有利益你的这些境界啊，奋发为性，那他就愤怒啊，勃然愤怒啊。那么这种愤怒呢，能战不愤，能够障碍，就是不愤怒啦，执战为业，执战为业啊，什么意思啊？愤怒了之后，多半就是要干架了，要不就是抡起拳头，要不就是这个刀棍相见啊。那么这个愤怒呢，这个愤的心所啊，它是属于一种嗔恨心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我们下面要讲每到一种心所，你们大家都要对照自己，这样呢，你当你学这个心所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就是会印象会比较深的。第二种就是恨，什么叫恨？就是仇恨、怀恨在心。我们看这个定义哈，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冤为性，能战不恨，热恼为业。这个恨的心理是怎么产生的？首先有一个愤怒的前提，就是说打架或者吵架啊，或者被人冤枉了之后啊，虽然还没有打架吵架，但是呢有愤怒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当然你要不愤怒的话，那也就说不上有恨了。所以由愤为先，怀恶不舍啊，对别人对你的这种伤害啊，你会耿耿于怀呀，你还在想着，哇，这个人啊怎么可恶。念念不忘，这样的一种心理。结冤为性，因为这种怀恨的心理，那么它的特点就会在你的内心啊结下一个冤仇、冤结，所以怀恨会导致结冤，怀恨的心理会导致结冤。那这种心理呢，能战不恨，热恼为业，能够障碍不恨，有了这种怀恨的心理，就会障碍了我们的这种不恨的心理。因为有了这种怀恨的心理啊，所以就会产生热恼啊，我们的心啊总在一种热恼的状态里边。只要你的内心里有仇恨，你的心啊就会在一种热恼的状态，就被这种仇恨的热恼啊所煎熬。那接下来讲第三种，叫伏。伏什么叫伏？伏就是用隐藏、遮蔽、隐藏。我们看看这个心理的特点啊，一自作罪，恐失利益，隐藏为性，能战不复，肥脑为业。这种复藏的心理啊，多半是因为自己啊做了一些不善的行为，或者说犯了戒，或者说干了坏事之后啊，然后呢恐失利益，恐怕失去这个，恐怕被别人知道之后啊名声不好，或者说呢失去利益，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就会产生一种隐藏的心理，就是隐藏，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有很多人，比如那些很多犯罪分子啊，干了坏事之后，因为如果要被抓住啊就要坐牢啊，然后他就会隐藏，就是隐藏自己的犯罪的事实。那这样的一种心理呢，能战不复，就是能够障碍这种不复的心理，肥脑为业。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犯罪的行为啊，他在他的内心里边啊虽然被隐藏住了，
但是不是隐藏住了就没事了呢？就天下太平了呢？不是的。因为你做的这个不善的行为在你的内心里边啊，它会产生作用，会产生悔恼啊，会后悔啊，或者苦恼啊。所以那些有一些逃犯啊，每天他是诚惶诚恐的。有的人犯了戒或者干了坏事啊，他内心里面后悔，诚惶诚恐，苦恼。那么这个就是这个都是有一种伏禅引起的。因为当我们做了不善的行为之后，他会内心里面他会形成一种，会产生一种心结，不是做过的就做过的。因为做这些不善的过程中，它本身就会播下这种不善的种子。那这种不善的种子啊，它是有力量的。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啊，会使得你啊产生这种悔恼，产生这种悔恼。所以为什么佛教讲呢？要发怒啊，这个要发怒忏悔，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其实这个道理在这里。你干的坏事，你忏悔了，你就没有心理负担了。你在心理学治疗也有这样的，他也有用这个道理。比如说一个病人，那么这个心理咨询师就告诉他，你讲，你什么事情，你随便想，随便讲，你可以很放松的讲。讲了之后嘛，他就发泄出来了。所以佛教讲要发怒。发怒了之后你就没有心理负担了。所以忏悔则清净，忏悔则安乐。忏悔了之后你的心就清净了。忏悔了之后你没有心理负担了，你也就快乐了。那反过来说，你忽禅，因为你忽禅着，你老在想着要遮蔽这个犯罪的事实。你的专注点其实老会在这个犯罪的这件事情上。所以使得这个犯罪的这种心结啊，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最后会把你折腾的不得安宁的。所以这个是福的心理。接下来讲的是关于恼的心理。恼就是苦恼了，就是热恼了。这个那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富的心理啊，它有的时候可能跟吃有关系，以吃有关系，有的时候可能跟贪有关系，因为贪这个名利啊引起的这种忽常。那下面讲的这个恼的心理啊，还是跟嗔恨心有关系，它也是嗔恨心的一种表现。怀恨为先，追处暴乐，狠戾为性，能战不恼，积则为业。愤恨为先，就是愤怒嘲讽，这个先有这样的一个前提。那有了这个前提之后啊，当你想起这个愤怒啊这件事情呢，这个情景啊，你比如说你想到的在打架的过程中，别人是怎么伤害的你，别人是怎么说的你不好，别人是怎么样这个侮辱你。所以你想这个事情啊，你越想啊越恼火，越想啊越恼火。所以这个嗔恨心的产生，像这些愤怒啊这个恼火的这种心理的产生啊，就是你不断的去想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愤怒，不断的想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你的内心啊就会充满着热恼。而这种热恼啊，将会使得你总要想着应该要去这个要去伤害对方，要去伤害对方。所以能战不恼，积则为业。他能障碍不恼火，你要怎么样不恼，那你就要修忍辱，把这件事情放下，你宽容对方，原谅对方，那你就不恼了。所以我们要学会慈悲，宽容，
你宽容别人就是宽容自己，你慈悲别人事实上就是慈悲自己。你要不慈悲别人，你带着仇恨的心，而这种仇恨心啊，我们首先就会成为第一个，我们首先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别人才是其次的受害者。所以这个恼的心理也是属于嗔恨心理的一种表现。那接下来就是第五种，即嫉妒，就是嫉妒的心理。什么叫嫉妒的心理？性质名利，不赖他荣，即敬为性，能战不及，忧气为业。性质名利，就是一个人贪着，把名利看得很重啊，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很重。那么这个还是跟我执有关系，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很重。当你把个人的名利看得很重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别人啊比你做得好，超过你，因为觉得你应该超过别人嘛，怎么别人可以超过你呢？那别人超过你，尤其是你不喜欢的人，你讨厌的人，他超过你，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嫉妒，激进的心理，就是嫉妒的心理。那么这种嫉妒呢，能战不及，能够障碍不嫉妒，忧气为业，因为嫉妒使得你内心啊充满着忧气，不开心，看到别人啊，看到别人的成就啊，看到别人的成功啊，啊，内心不欢喜，很苦闷，不欢喜。那么这个嫉妒的心理啊，它也是属于一种嗔恨心的表现，嗔恨心的表现。接下来讲的就是奸，第六种就是奸。什么叫奸？就是奸贪。奸贪啊，多半就是属于一种，这个是跟贪心有关系。那我们看看这个定义：贪着财华，不能费时觅利为性，能战不坚，比系为业。奸贪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财富的贪着，当然有的时候不只是财富的财呀。法啊，能力啊，比如我们有某方面的技术啊，甚至我们对自己所掌握的佛法啊，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所以贪跟我有关系。因为他觉得，比如说我们对我们占有的这些能力资源，我们觉得它是我的，所以我们会对它生成了一种贪着。因为这种贪着，所以我们就不肯布施，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吝惜，不肯施舍给别人，我们要占有它，我们要个人占有它。那么这样的一种奸的心理呢，能占不奸，比系为业，能够障碍就是不奸贪，比系为业，那就会使我们因为这种奸贪的关系啊，我们最后就会成为一个护板虫。我们会占有的财富越来越多，所以像这个，像现实社会中，还是这个小说里边，都有很多那些什么吝啬鬼、小气鬼。那么这个吝啬鬼和小气鬼呀，它就是这种奸贪的心理的一种高度的发展。我们休息一下啊。